姐妹们，这个是辣平糖啊，然后这个辣平糖，我这个是拼接的两种口味。嗯，好好吃了，酱很多，果酱很多。这个是草莓的味道和菠萝的味道。咱家辣平糖那个果酱特别多，如果你是第一次买的话，你就去买这个圆豆豆，这个圆豆豆果酱也超级多，然后是那种皮薄，还有这个小花花都是可以的，一口秒都行。这种的话，这种小花花的话就是大一点，然后它这个果酱也超级的多，吃着过瘾。这种大的话根据自己啊，如果说你喜欢这种颜值比较高的话，你就可以去选择这个小花花。